什么歌 ？Beat it，Beat it， 哎，不是 Beat it， 是比特以特。Beat it， 恭喜，答对，答对第一个，接下来要出第二题了。好，猜他要猜几首歌啊？好，这是绕口令，接下来是绕口令，好，来绕口令，绕口令，好了，来。他刚刚的歌词讲人家还可以绕口令，绕口令你要把它翻成中文哦。来，第一句，对，你先整个先念一下，预备，开始。洗洗车，修修死，洗修死，洗修死，洗修死，海的洗修，的修死，洗洗又死，哈哈，修雷，洗修死。的续就续续啊，续续续续，手一副续续，看板，其实续续长的续续，爱续续续有时，续续续有时。你有什么事要交代的，先交代一下。你细啊！来，你听得懂这个绕口令吗？我是有听过。好，第一句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呢 ？He sells seashells by the seashore。是什么意思？中文？他卖贝壳在海岸边。She sells。那后来第三个是 seashells are surely seashells。我来念。差不多哎，差不多哎。来啊你。那下一个。啊，西西游西西西西，你该交代就交代一下，跟你的，不是，你多久没跟父母亲联络了？你这样联络一下，好吧？因为你这个不交代就走就莫名其妙。我这样交代，我父母也认不出来。OK， you can， you can。老师要说下课了，来来，下课。谢谢， Thank you， 谢谢，谢谢干爷娘，谢谢干爷娘，谢谢干爷娘。谢谢啦！本周的挑战大来宾 Jenny 通过第一关有样学样，获得20秒；第二关现在不准笑，被戳中一次笑穴，获得16秒的奖励。总共36秒的时间，要来宣传秀的作品喽！准备好了，来准备，计时开始。我这本书叫做《All for You》，All 就是 Australia 的 All， 因为我是黄金海岸。然后英文的名，中文的名字是我快乐的秘密。然后快乐的秘密是因为我在那边的时候打骨折，然后哦好紧张。然后骨折完之后，我整个心情都变了，但是应该是整个人都变了。没有，我的整个心情都变得很不好。但是我觉得，哎，怎么样子不会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打完石膏的时候，就是发现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，就是因为打了石膏之后，我就认识很多新的人，然后也是自己找到我自己的快乐。然后里面也会看到很多照片，然后还有我自己玩得很开心，而且里面还有我的粉红色的那个石膏。然后我在这个过程的时候，真的是有写了很多英文的喜欢的那个。好，时间到。所以说，我觉得他这本书很特别的一本书了，对不对？讲他在澳洲的一些生活嘛，对不对？很重要。那骨折嘛，我大概只是听到这种。真的假的？里面呢，因为他这个 All for You， All for You， 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很特别。这个想法很好，对啊，里面都是澳洲的这个生活的记录。是。这些点点滴滴呢，也因为他的这个骨折啊，有非常非常不愉快的感受。对。然后他只是从里面另外找到了快乐的感受。对。还有 Bikini。哦，那可以多讲一下。OK。Bikini 打石膏，应该在台湾应该很少会有女生穿着 Bikini 打着石膏吧？非常好，希望这本书可以这个卖得非常好。谢谢Jenny， 谢谢。